庄思敏呢日就出席捐血活动，拍紧剧嘅佢农历新年将会有三日假期，会唔会带埋男友一起去同屋企人拜年呢？真的看情况，因为现在我自己的期都未知，但他就很welcome 的，即如果我要求他陪我过去他都会的。最近妹妹庄思明就在网上投诉被空姐冷淡对待，按了三次钟想借支笔都没有人理，还因为公开了机组人员的资料而被网民闹爆。这排都是多少少是非这样啦，但是都尽量都希望盡快平息啦，咁同埋即係佢自己心情，尋日開始都平復咗好多嘅，因為都明白當中自己嘅處理手法都出現咗少少問題啦，咁所以都唔希望件事繼續發酵落去嘅，咁啊經一事長一智啦，希望佢下次真係做任何嘢之前都要諗清楚咯。